石金河带早餐来了，他真的带大包包来帮初龙轩装东西耶。哎，我原本完全没有这个念头哦。石金河很贴心，还帮初龙轩带了一堆药品来。他说：“你一天的时候要怎么办？”对呀，走吧，把它寄去。那你那半我不给你，他不中啊，真的没有。你拿那个，我不给你。我觉得金河可以拿这个衣服很重。 那瓶也重，那我留比较轻的。啊，这个是。其实也没有想象中。而且就是一批东西堆起来之后，金河听起来好像可以背很多东西耶。好，可以帮你们，可以比较重一点。好，金河帮我背一个，先到站。我本来以为你会有那种什么。出发。中立火车站。 我们谢谢中饭的加油声，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，这是什么？我在公司，他把那个连在一起，有点像韩文。哎，很像哎。说，我以为是真的韩文，就叫秋千。没有，我们然后谢中饭就是他把那个戏放在最后面，朱曼旭，男生要照顾女生。对呀，请好好照顾我，谢谢。石先生走到杨梅而已，好像有点太少了耶。 应该可以到，应该可以到竹北吧，可以到竹北吧。休想我们去杨梅火车站。今天比较有胃口哦。什么都我。 啊，金河没什么胃口。对，金河第一天可能都这样子。拜拜拜拜，谢谢，拜拜。小姐，开心吗？对，开心的。送你生日的东西。还有。对啊，还有，你小心你的包包。对，我还有一个。不是就这样而已，好，就这样了，我就这样子。 这样东西，其他的东西，拜拜，他要去杨梅了，我们要继续往前了。他要去找妹妹了。再会了，拜拜，欢迎再来找我们哦，拜拜。下一站是一个小时后的 Seven， 加油。桃园市，拜拜，我要进入到。 我的帝国了，新竹I'm coming。哎，旁边有森林没有？哎，有，还有森林。前面的路，后面的路。统一的工厂是长吐司的样子，哎，好可爱哦。统一旁边有一个超大的 Seven， 休息站等级的 Seven。哇！ 44个到50个都是我赞助的。哎，那我也想要一个。那我从哪里跟？这是什么？台北啊。台北啊。哦，三个完，喊一二三个店长，三个加一。好，好，一二三。加油！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你是演员的。回家吧，回到最初的美好。我看地标没有。所以这100公尺又是骗人的喽。 我们到虎口老街了，但是目前什么店都没有开，还遇到一个怪伯伯，<笑>就不多说了。<笑>我们误会虎口老街了，好像要就是前面右转才是虎口老街，那都没有什么有开的，还是礼拜三公休。 是保留的蛮好的啦。谢谢豆汁味阿姨的芋圆。啊，我不吃芋圆，所以都被初阳啃死掉。虎口第一个小山坡，就是虎口往竹北生态战车公园。 军营到了。
离竹北高中还有一个半小时。谢谢，拜拜，拜拜。开心狗狗，我的狗狗。嗨，今天第二天就走到比较晚，现在十个了，现在十个了吗？新竹已经八个了。哇，新竹人好友善哦，免费的夜景咖啡。7点了，还在加班的人们，谢谢全家。第二天就走到。